有些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，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，中国啊，一不输出革命，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，三不去折腾你们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些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，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，中国啊，一不输出革命，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，三不去折腾你们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些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，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，中国啊，一不输出革命，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，三不去折腾你们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些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呢，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，中国啊，一不输出革命，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，三不去折腾你们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